約七年，12月23號買期，就係中四買期。咁但係咧，有個點樣做法咧？唔係去啲嗰好似係禮拜六嘅，喺啲公共地方，即係叫人哋幫手買期籌款啊！但我唔夠膽，我入過去紫水公園，叫啲人買期，即係咁樣唔得㗎嚇，但我都照做，甚至靜靜雞吞撲在廁所度，就係嗰個公廁度懶係嘢咁樣，特登喺屋企攞啲錢出嚟擺入去當係嗰啲藥資料，話實嗰啲錢都冇喐過。當日12點就去翻，銀座嗰間大埔嗰度交收，即係交翻嗰個期待。買唔買到期都唔關佢事，佢只不過俾翻期你啦。但係如果入邊乜嘢都冇咧？即係第一睇落好似戰車風暴 BF5 嗰張，啱啱出，唔係嗰陣啱啱出 BF5 就即刻有呢張地圖，之後有嗰張地塔地圖嚟啦，嗰張六架塔車，唔係講笑。原本係美國對德國嘅，後屘唔係原本係英國對德國嘅，但後屘。最後一次更新嗰陣就變咗美國對德國啦，明明係英國對德國，點解係美國對德國嘅喂？你都記得 BF 咪幾時停止更新？2020年4月23號。而嗰陣咁啱得咁巧，網上都好 hit 咁聽到一首歌叫咩咧？對，聽到 music 叫咩咧？黑人抬棺啦！好出名嗰陣，非洲即係基本上首歌出咗之後咧，1000多萬喺度睇緊，好襯 BF 咯，啱啱好啫。嗰首歌係好似係4月中嗰陣擺嘅，但係 BF 停止更新都係差唔多4月尾。好似係2020年9月中嗰陣起嘅，我原本係戇鳩嘅嘛，後屘發布後屘有啲單調。
咪做冬嘅琴日，但係我死2017年嗰陣，我好似冇做，我哋好似冇去做冬，因為嗰陣啱啱聽到咧，我阿爺入咗醫院，又入醫院啦。通常嗰陣係因為我阿爺係咁飲酒，飲到嗰個血嗰、那個血壓高，唔知血糖過高。最尾演變成咧，喺屋企一一路瞓，隨便佢出嚟廁所，唔係佢唔係出嚟廁所，佢係攬片嘅樣。工之後翻嚟打機，玩咗5.18小時，由9點搭11玩到去凌晨3點搭3。我係好好似聽到親戚佢今日放假，唔知琴日到今日咧，佢都想搞下最後一個，佢真係冇咩用支援兵身份救60個人，但後屘個臨尾最尾個 round 都見到佢。最後仲剩翻6個，但係喺最尾個 round 只係救咗4個，佢救救下就係炸穿，不過冇俾人殺過。琴日都係話最好都唔係好多人玩嘅，最高峰只有9600幾個人，比起一般夜晚少2-3千幾人，唔係講笑。咁所以凌晨咧係遇到多 AI， 每一場有幾場都殺咗100幾個人，殺咗696個人。696個人相等於平時自己個玩殺咗300幾個人多啲啲啦，咁少人因為我知啊，64個人啊，因為我 special force 咧教咗96個人啦，但係 BF 冇，但係真但呢、這個即係正經冇教咯，所以就。我都對多好多。